我们的摄影手非常的紧张。OK， 我们评审注意一下，来，注意，安静，注意，安静。OK， 规则我们再讲一下。规则哦，为什么我们的摄影手这么失控？好 ，OK， 等一下再拍了哈。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评审呢，其实还有些还不太。